然后现在来吃卷豆腐，然后点了三人套餐，三人套餐又加了一些饮料，另外加点，然后套餐里面都有包含了蛮多样的东西，有海陆牛豆腐锅、黄金鸡石锅拌饭，这是加价加五十，然后酱烧牛肉，那是可以包菜的海鲜煎饼，然后饮料我们是另外再加三十。之前来吃过，觉得还不错，吃小菜无限续，刚吃到开心。我们的海陆豆腐堡来了，然后鸡蛋是要自己打的，快点把它搅一搅，快点，让它熟，要把它放进去一点。点的是牛肉海陆堡。浓吗？那我们点了中辣，好喝。中辣不够辣，还好没有点大辣。那剩菜跟你都使用就好了，大人先帮你弄。谢谢。然后我们套餐里面我点了酱菜、牛五花，还是有洋葱，要另外挑吧。嗯，然后包生菜跟年糕、萝卜、年糕、大蒜跟酱。洋葱多拿一点嘛。那你要不要包年糕啊？应该是辣酱吧，那也可以包泡菜啊。好吃吗？荔枝果茶，草莓白桃气泡饮，搅一搅。我们的黄金鸡火锅拌饭，这是鸡肉吗？鸡肉，啊，不像。然后可以拌酱，你要倒进去吗？辣的，你先吃一口原味好了。看看够不够，要把它搅拌搅拌。要加辣。
就加进去。海鲜煎饼，它切过了吗？切好了。那我们的菜先到齐喽，马上可以吃很饱。先煎饼没有吃完，把它打包回家。还有甜点，甜点是黑糖的香豆沙。是把我们要去坐火车了，没吃完。我昨天就是在吃不完。那我们要准备回去了，买了那个鸡蛋布丁，那个超好吃的。拜拜。